就是在 FB 上，他觉得这样子才有互动。那他多久写一篇？因为他要太多图跟太多文字，是不会那么久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像别人每天。那他其实有很多的都是要每天哦。他有粉专吗？有啊，但这样的粉专都要连到，就是他只是说他有文章出来了而已。